他是文庆家，古教名师叶志忠；他是武庆家，金工师傅黄文斌。看这一文一武，两个迥然不同的家庭，从法亲结为姻亲的故事。好，我们就来做一个文武庆家，文武庆家。嗯，长情剧展《文武庆家》，12月14日起，中午12:30。